第二节呼吸训练。呼吸训练可以有效扩大肺活量，提高免疫力。下面进行具体动作讲解演示。第一是采气自然呼吸。动作要求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端正站立，从容自然。两臂自身体两侧展开，翻掌上托至头顶，两臂与肩宽，掌心相对。屈臂，两掌自头顶下按至腹前，手臂放松下垂与身体两侧，重复练习。要点提示：动作力求舒展，呼吸自然配合动作，充分体现放松享受的状态。第二是逆腹式呼吸。动作要求两脚开立与肩同宽，松胯屈膝，身体下沉，两手交叉按于腹前，感受呼吸时腹部起落，吸气鼓肚，呼气收腹，腰部命门后撑。要点提示：精神放松，意念内收，呼吸不可憋气，意识感受呼吸。呼吸训练的运动频率为每周5至7次，运动强度为低强度，运动时间为每次一组，每组2分钟左右。